输入一个明年的2015的1月1号给他嘛，啊，他就会把这一天当成第一天，然后做什么事呢？先产生头，每个月的头，再产生每个月的资料，最后把它格式化，格式化成什么？格式化礼拜六一个颜色，礼拜天一个颜色，大概的流程是这样子，啊，按确定，有没有？就跑完了。其实这个都是回圈嘛，三个回圈呢，一个是跑什么呢？先把这个值丢过去，然后再跑什么？跑上面的头，头的话就是第一天嘛，第一天先放上去，再来就是有第一天之后很好解决。我下面的日期就是上面这个日期嘛，加一就好了，因为我讲过嘛，日期实际上是一个数字，只是它多了格式而已，那个格式是日期的格式哦，好，哦，差别在这里。所以你只要怎么样，把上面的日期加一天，向下填满，填满到它应该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二月也是一样，三月、四月全部填，加上去之后的话，最后怎么样，再判断这个是不是礼拜六？是的话呢，哎，给它一个格式，礼拜天给它一个格式就完成了。哦，不过这个是终极目标，这难度比较高。哦，啊，我们先来解决难度稍微低一点点的综合练习这个部分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我们会希望就是说，第一个我先把日期改一下了，改成明年度好了，2015好了， OK。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产生一个年历的话，当你们传统做法这样，也许你就是点下面这个储存格怎么样，先给什么呢，等于上面的储存格加一天，加一嘛，因为我讲过它是数字，加一之后底下的格式因为会沿用上面的格式，所以下来的话本来是一个数字，但是经过格式化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就是下一天的日期了。那底下都一样，所以向下填满，填满到32列的地方，有没有就 OK 了。1月份比较好解决。那2月份怎么出来的？2月份是由它，假设我今天只要有个头，有没有，那跟它什么关系呢？差一个月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差一个月，怎么去写那个函数呢？其实插入函数里面不是有一个什么，最简单就 eday 嘛。但你可以怎么用 eday， 不要 eday 的话用 date 函数啊，可是要包三个函数太麻烦了，所以用 eday 按确定，然后它是这个日期加几个月呢？加一个月嘛，所以按确定就好了。对，但是下面那其实加一个月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往右边拖拉会怎么样呢？一二三啊，就是再增加如果一个月的话，那因为栏宽不住，我看一下这个日期 B， 对，没错嘛，哦，拉过来的话，啊，再把这个栏宽怎么样，再设定那个格式里面的什么自动调整栏宽，它就自动帮我调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刚的宽度不足嘛。好，因为我拖拉过来之后的话，它会再对前面这个的加一个月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每一个月的头都出来了。对，接下来我如果希望产生什么，产生下面的日期的话，那等一下等于上面日期加一嘛，对不对？按打勾，那往下填满到32列。可是问题来了，这个地方有没有多出来？有多出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当然你这地方哦，想说，哎，那老师我是不是就拉到这边来停住了，那把下面的哦，或者把下面删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啦，可是我们不要土法炼钢，我会希望怎么样？一，请你先把上面的月份的第一天产生。二，我希望向下向右一气呵成哦，你不是说你做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慢慢拖，那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标，我们要做很多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等一下可以什么做一个向下哈 ，A 2加一 ，OK， 往下。我再把这个步骤倒过来哈，等于就是第一个，我先把什么把这个第一个这个地方先做出来 ，A 2加一，这个没问题。第二个呢，上面的部分哈，再帮它加上什么？加上每个月的第一天，加上第一天之后的话呢，接下来我要怎么样？我要可以向下向右 OK， 那向下现在这个时候向下填满的话，一月份 OK， 二月份的话会不会有问题？有问题，这个地方要怎么解呢？所以你 A 2加1的公式啊，
要判断。判断什么呢？如果这一个里面产生的月份，假如跟上面的不一样的话，就怎么样呢？把它清掉，就不要输出。如果不输出的话，哦，那这个地方哈，哦，该怎么做？那不让它显示。那如果不让它显示的话呢？这个地方向右填满十二个月，其实就会自动产生。我想各位这个地方先试试看好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。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向下向右一气呵成，第一阶段。第二阶段是把礼拜六跟礼拜天做格式化。OK， 那画面先换给各位来试试看哦。我们产生这个头之后，下面是 A2 加1，但是 A2 加1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？它的下个月份哈，不应该出现会出现。所以如果我跟前面的那个出生格，就是我这个 A3 跟 A2， 如果两个月份不相同的话，那就输出什么？输出那个空字串，不要输出东西。那这个叙述要怎么叙述啊？首先你可以把 A2 加1先剪下来，插入一个函数，判断什么？判断前后的月份是否相同，用 if 按确定，逻辑里面 if 啊。然后判断的话就是输入 month， 刮弧之后A2 跟什么呢？跟如果不等于的话，不等于是这样表示，不等于 A2 再加一天。如果 A2 再加一天之后的话呢，两个月份不相同。如果加一之后，比如说2月28加一之后变成3月1号，两个月份会不会一样？不一样嘛。不一样的话呢，就不要显示，不显示就是空字串。反之的话呢，就是把刚刚剪下的 A2 加一贴回去，或者直接打上 A2 加一就可以。如果两个月份一样的话，那就跟刚刚一样嘛， A2 加一 OK。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应该有的结果。来试一下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，因为它同一个月份移过来的话，会看到一个结果，就是什么样？这一个跟这个下面这个是成功了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下面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有 value 错误。为什么 value 错误？因为你的公式是什么？ A 到这里哈，为什么 value 错误？因为你指向什么呢？ B30 要去抓 month， 可是你有没有给我 month？里面是空的啊，没有应该有的格式，所以它会有个 value 上值的上面的错误。所以要避免这个错误的话，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掉？当然你可以用判断的。如果产生错误的话，那特别注意，因为公式已经够长了，你还再加上一个，在 if 里面再报 if 其实会很辛苦。那怎么办呢？有个诀窍，请你把公式剪下来，把它剪下来，对不对？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，一个类似物件的方法贴回去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可能会比较稍微困难一点。if 如果等一下产生错误，那怎么判断怎么产生错误呢？其他函数里面，在全我看一下是在全部里面你们找一个 is arrow， is is 开头的，那有两个，其实这两个都可以了，我们选这个。is arrow 这个按确定，确定之后的话呢，那我要判断的是什么？刚刚的那一串，我刚刚不是有把那个公式剪下来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它当一个物件贴回去，贴回去之后呢，它就帮我判断，如果里面的结果是有错误的话，我先按确定因为公式还没完成，按确定，再回到 if， 如果有错误的话，那会出现那个 value 的错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把那个 value 错误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没有，这个不就好了？如果有 value 错误，那我就输出成什么？先输出成一个空字串，表示里面呢就清空就好了，不要有那个错误出现。反之的话呢，再贴一次。所以刚刚有贴第一次是什么？给什么呢？这个给 is arrow 判断什么？我们刚刚剪下来这一串有没有？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物件判断。那第二次是？如果正确的话，如果是没有 error 的话，那就再贴一次，再贴一次就说，它这个正确，那就把值输出嘛 ，OK。那你做完之后按确定之后我们来试一下，基本上按向下没有问题，向右有没有问题？也没问题的。第一个先解决的嘛，两个月份不同。第二个是解决什么呢？如果里面没有月份了，
那我还是要显示出不能有值的错误，要显示什么？空字串。好，我想这个观念应该有了，只是说怎么做出来。那底下的话就直接什么向右填满，全部就可以十二个月就完成了。那填满到应该是到 K， 到再缩小一点到 L， 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向右填满到 L， 蓝放开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呢，有没有发现全部就完成了 ？OK， 好，所以这一题的话，我想各位试试看哦。这个地方逻辑上会比较冗长一点，但是记得那个诀窍，就是可以怎么样呢？把公式剪下来再贴回去，再做判断会比较简便一些些。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那完成的公式部分呢，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有画面。那另外公式我等一下，这个很长哦，我等一下把它剪到贴上到那个我们云端白板那个档案里面好。